最主要的是他们呢非常的认真，也是非常的敬业哈。对，所以呢这个歌曲呢的每一首歌呢都唱到我们现场好朋友大家的心坎里，也希望现场的好朋友可以感受到我们舞台上专业歌星小姐带给大家最大最大的肯定跟魅力了哦。好，那么紧接着呢第一首歌曲就带来这么的动感呢，等你收看呢一定要安排在你的后面，大家也非常喜爱歌听哦，喜欢你。哎，送给现场的好朋友一同来欣赏，谢谢你。是粤语版的吗？还是国语版的？哦，粤语版的，没有标准的，没关系，听得懂就好了啊。怎么唱都好听。
问候一下了哦。好的，谢谢我们热情的掌声，收获你们掌声鼓励，也祝福你们可以万事皆如意。然后的阿们就来跟出规划一个，祝请做阿进财富，掌情工作美好乐，我林太吉开个空空空，天天都可以很快乐，谢谢。好啦，谢谢，再次感谢现场的好朋友，有认真没认真在看这里舞台上都知道了哈。玉婷呢，我们的雪璇现在晋升为我们一届非常有名的主持人哦。没有。这个歌声好，主持的节目也非常的不错哦，而且是年纪还非常轻的情况之下哈，这是未来的我们晚会界的新秀哈，而且送到了台下好朋友，大家都非常的拥护，谢谢谢谢哦，所以尽量的不要红遍台全台湾的哦，留一点钱给别人赚哦，是的，很害怕有没有？整个人都非常的有气质的起来哦，对不对？来，那我们来点后面用了来欣赏到呢，我们今天的舞台上最优质的这个歌声哦，陪伴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有开演唱会的感觉哈、哦，大家都不用买门票了，好不好？对，好，再次的感谢现场好朋友大家的欣赏哈、哦，谢谢谢谢。哎，今天天气算非常好嘞，对啊，来公啊哈，今天的好多队员的归岸嘛嘞哈，对不对？我们今天算是呢，那个抛头公即将飞上天，看天阿不长落那阿个当波波，长落得了啊，昨天都下完了，对不对？对啊，我都卖嘛嘞阿婆吗？对啊对啊，哦是这样哦，啊所以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们就直接全身是湿的，就直接上台表演了吗？对啊，有来有吹一下，哦真的、哦，吹一下。好，所以呢，今天呢，算那个抛头公哈。跟咱这朋友，你不讲，你也听不到，真正真正非常非常的。我们今日的这歌星是要请下歌星小姐，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好专家呢吼。是。你跟那个单薄薄啊，你吼。哎呀。哎，这次从你刚才来给条歌朋友啊，谢谢。谢谢。今天呢，这个天空非常的作美，所以呢，现场的好朋友不要离开现场，继续的呢来欣赏呢，有的来呢选选带来好听的歌声，送给现场的好朋友。你想买的歌曲，爱到老吧有。尤其是在我最喜欢的四个月，来我们各位新仔哦，来赶快点，快点点来点火车，带来更精彩、非常性感的演出哦，送给大家，谢谢你。来，天空真的非常非常的捧场哦，让大家呢可以呢有一个非常舒适。幸福的一个享受节目的一个活动现场。Yeah. See, I love you, I love you, 有你的习惯，无力来追求。See you.谢谢好朋友的分享，徐德亮。
迎我们，谢谢。旁边老板等一下让时间，快点摸上你，谢谢大家给一把探机哦，感谢呢我们现场好朋友对我们选圈最大的赞赏哦。那么紧接着呢，哎，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继续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热情的岛屿》。哎，热情的岛屿，再次献给我们现场最热情的来宾朋友，来安排我们的新年宝贝，由我们的选圈送给大家今天好听的歌声。蓝色的晚钟，碧绿的金龙山，一个热情的岛屿，荡着优美旋律，不断地散发出热带阳光迷人的美丽。蓝色的沙滩上，轻轻的星光下，留下我的足迹。你开的贝壳里，轻轻吹响我心里的衷曲。加油！快乐澎湃，一阵阵激荡着爱的思绪。我的主场，一双双那最冷夕阳的海岸边，蓝色清脆，那一点点就带着紫色的艳阳天。哦，多可爱，多美丽，我要那么热情的岛屿。是哟，来，歌声非常的响亮的一位哦，是我们新一代最漂亮的新秀，送给大家今天好听的歌声。小薇非常响亮哦，也非常甜美的歌声送给现场好朋友，一连串精彩好看的节目带动舞台上再次非常热情的节目的这个气氛啊，嘞吼，都得一样的，我们这边要来介绍出来，这个大白鸡可能用看那个看出来，没有？看你穿到这流气质啊！今天话我今日给他气质露啥嘞吼？对对对，该老有老啦，该老有老啦，全身最漂亮的地方都要把它带出来，优点优点。我不敢给他给牛哥，因为大家偷的呀，啊，今天最后之意不在酒，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节目呢，要来下场喝酒。所以最后之意不在酒啦，你那款啦，不是我啦，我喜欢给你精彩，这懂吗？款都卖款，都卖款了，对吧？所以今天我也算是呢，有带来我最主角，主角从头到尾跨步每个小的去跟他过年哈，主头跟尾啊，你吼陪伴咱给牛哥朋友啊，你吼，但是呢，咱这台卡的朋友真正拢真现实啊，你吼。为着要安尼做这周边啊，安尼吼，我若感觉安尼，大家拢爱走场安尼吼。哎呀，哎呦，拢爱捧场一下。有啥物吼？哎，对，你就各自有各自的拥护者，为什么要这样跑来跑去？有时候自己呢，如果呢，客人跑光了的时候呢，对舞台上的这些表演者也是一个无大的那个非常大的这个。是，我刚刚在看，我明天要到现实的安尼吼。对，嘿嘛，加减啊，搞我老爹规定，然后捧场一下安尼，卖做一件拢走伊安尼好不好？要全部走啊！就是嘛，留几个来，你留下我们最最
那个深刻的这个好朋友哈，陪伴现场啊，然后我们今天算是跟那个啥意思的，我们老来。